没有，你们一定是这样子啦，对吧？对，啊，你要，其实在那时候不要那么用力，你知道，轻手又放出又。有没有轻轻松松就好了啊、哦？二三四呀，很轻松的就好了，不要。哥哥，再一次哦，再一次，而且呢，弓啊，尽量弓啊，我们你要养成习惯，弓尽量放平。不要抬起来啊、哦！弓跟你的这个这一块哈、哦，这一块垫子啊、哦，那个角度是一样，是有点倒下来的，不是这样提起来啊、哦。要记得哦，弓的位置是安内哦。我给你录影录更清楚一点，有没有看到？你如果这样摆的话，那就没有杂音了。你这样就有杂音哦。哦，你这样，你不要说你，我也会有杂音哦。你在这儿，哦，弓今天在拉平的。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不要，不要这种波浪形的、哦，直的。哦，再试上来，哦，啊，那四拍尽量把弓拉长一点，你拉了四拍尽量拉长一点，很快就结，你知道就过去。还有最重要的速度，那个速度很重要，要跟着走就对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你一定要练这个，你没有来没有关系，但是你来就你要坚持这个责任，家里想跳。再来一遍，哆哆哆来咪嗦咪来咿呀，心要数，怎么数？你心数跟你手的动作是一样的。上人讲说，我们要耳闻嘛，有没有？你们要耳闻，然后你心事，耳闻心事两个，好，要连接在一起。来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Thank you.
阿六，你们听出来的味道？来，都来示范，一二三，唱，咚三四，拉都拉手，阿六跳舞，是不是拉菜尾才有力量嘛？对不对？再一次来，再唱一遍来，都来，一二三，唱，
你知道这个意思不？起因要强烈一点。哎，要你起因要出来，要感觉要出来。不是，咪嗦啦嗦啦哆咪哆啦哆啦嗦哆啦啦，啊，没有这种拉法的了，对不？啊，来一遍，来，啊，那个咪长音尽量小声一点哈，来，你的过那个时间要数就对了，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出来。Thank you.
呢，你的长盘是不是缩小了没有？啊，上个音又出来了没有？很好啊，还有这个麦要数五拍呀，咚，拉哆拉，再有第二拍给小姐姐，心里要这样数，你要咚二三四，拉哆拉是顿点，拉哆才会出来啊，还跳舞，我的感觉又出来了没有？哎，休息那一拍，哼，拉哆拉出来，好，来一次来。好，倒数第二，哆，来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三、四，嗯，对，一、二、三，小声，你这边最后一个小节拉十拍也没有关系，不香嘛，也是十拍的第二，爱听不？啊，这边很好听，我要记得不会恭维王力宏。